不爱我，他不爱我，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。对哈，好强哦！注音题。真的、啊有，有男生女生吗？女生的哦，谢哥喜欢的女歌手，哎、欸，哦，莫文蔚啦，对，有真心话，真心话，你想想看了，30年内哦，很少有女歌手嘴巴一开，人家知道她是谁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她声音的那个特色性 ，personality，、嗯、对不对？我都乱讲。那你说白安也很喜欢、啊，画、欸、一只鸡，对、啊。好了，三二一，谁的歌？好，《广岛之恋》就猜了嘛？啊，猜了啊！他不爱我，他不爱我，偷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。啊，对哈，好强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会猜呢？哎，又答对了！哇，你们从偷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。钥匙的部分，老师钥匙。他的回忆。清楚的不够干净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感人他的背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太强。歌，那他不爱我。如果心中哦，如果有看到一个爱的人，对，不要再犹豫，对，对不对？就直接出手嘛，出手、啊，出手太难听了，爱情是浪漫，付出放进去，不是、啊，一下下就好，感情感情放进去。讲你要讲完整，这个不要浓缩，投入浓缩太浓缩，然后充满它，对。